小爱，你出去。车是你开的吗？是。认尸的时候，你才知道宋白宇死了，对吗？谁把他放到后备箱的？东城，咱们这一家人啊，经历了那么多的腥风血雨，我是希望弟弟能够认哥哥。哥，以前对不住了。为了你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我等了太久了。我有一种巨大的幸福感。丫头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爱上了赵云，后来就有了白羽。事到艰难，以后你们就知道了。我老公给了我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。这个梦碎了。